打了高端之后要出国的话再加打两剂，这件事情在网络上的声量认为这是等于白打重打多过于混打，就是白打重打的声量比较高。那请问指挥中心怎么样看这样网络上的一个状况？谢谢。是，有关高端目前其实我们针对如果有打了完整两剂但是没有要出国的话，那目前是不建议再做加打。好，那有加打的部分就是针对尤其是你要特别去这个美国这边需要一定要有所谓的国际认证的一个疫苗，完整的认证疫苗那才能够进去的话，那我们才会建议就是循这个方式来做加打。我们也一直都说是加打啦，所以就是加打嘛。